患者还有有些地方没有就是采访到的我们也看到了啊，当然一个人大家都是十个指头就说出来大家抱拳了嘛，对吧啊，哎，看到一个总的来说从卫生各方面都是不错的，嗯，特别他们的态度，嗯，就是你本来对他有意见，哎呦这个态度一下哦就很那个啥了，哎，对对，而且大家所有来的人嘛基本在我眼里头就说85%的人都很和谐，嗯，在吃饭方面嘛都很自觉，嗯，是吧，嗯，吃饭打饭戴口罩还得打饭，嗯，哎都很好，特别是在基本上是四个人一个桌，嗯，而杨店长这个杨店长这个店长以身作则，嗯，也就是说，感到心里头人与人之间像进电梯呀，在一个微妙的微小的动作上面，嗯，就是每个人的速度都。你发现了没有啊？我们这些人都不愿意让你走。舍不得你走的，你就是这走是你是。元旦的时候咱俩说多少声吧。阿姨，您这个是要去有其他事儿吗？还是说？我回家嘞，我嫁给外面嘛。啊，那您。我进了海南岛28年。啊，那您这以后意思说是不在这个公寓去常住啊？意思是啊？嗯，这个怎么说呢啊？嗯。啊，是这样是吧？和大家欢乐欢乐啊，那也行啊，没事儿。是我实话说的，嗯，我这是说，我只是把代表了这些康养中心的这些新生吧，嗯，说一说，嗯，不生气吧？没有没有，哎呀，我这怎么说呢？我得是什么话都能够听得到才行，这样才可以。对于我做这个事情、做节目、做这个康养啊，这些就是往大了说，往事业发展，这是对我有好处的，对啊，是吧？原则就是坚持要求，实事求是。对对，我觉得你觉得我实事求是吗？对，我没有点。对对，阿姨，您从您说话这个方式上来讲，都感觉是非常一个直率爽朗的人，是吧？是啊，那你不能虚伪，你不能虚报呀，人说他是怎么怎么，他就对。在我旁边有几对都是冲着欢子来的。哦呦，我老伴儿是一个47年高66啊，人民教师啊，教物理的，哦，现在教电脑。他从内心来说。欢子不错，嗯，欢子人家做的比较真实，是这么回事，也不是奉承你，也不是在你面前讨好，哎，没有啊，对吧？这个，哎，我就说，我实际上也是看着欢子的。嗯，我是去年来的。对，阿姨是去年来，冯阿姨是去年看我视频，然后呢就给我打电话。后边我说阿姨，这个我给你联系方式啊，你帮我联系就行了。然后呢，阿姨是这个直接钱都给我了。后边是这个住挺好，然后今年又来了。不，他有一颗爱心，他就是说为老年人，就是说今后这个去向啊，一定要进康养中心，也可能以后。你不光接触这个盛享的吧，嗯，对，是不是？对对对，你的面还要广。对，因为现在我们是66岁，嗯，我老伴76岁，嗯，我们两个人还能开车呀，嗯，我们俩开车，哦，开房车呀，全国各地转，啊，哎呀，您这个厉害，阿姨。是这就是在海南这一块吧，我们今后的去向哈，就是说欢子介绍哪一个店比较好一点，嗯，比较适合我们，嗯，是不是？嗯，我们才能去体验，对，是吧？像网友们说的是，我先给大家把把关再说，是吧？对对对对，也不是说每个人这个，有时说这个太贵，那个太贵了，但咱们觉得咱们能适应人这个，咱就参加。对，咱不适应，咱不能说人家不好，对，也不能啥，咱自己条件，你本身条件不一样，对吧？对对对，哎，我觉得越做的真实，越做的实在，对欢子的。有很大的进步，对对 对, 对，这个给你提升这个空间，因为做自媒体的人太多了，是，对吧？他能，你欢子能做到这样子，不是所谓的粉丝吧，或者啥，主要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对，给一个平台，这个对这个关注。这个信息的价值发挥了，对，哎，这个做的这个事情的意义实现了，哎，达到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关键了，目的，对，啊，对对，是吧？对对对，再加上平台吧，那你今后就是专职做这个的吧，跟那利益和经济挂钩，对是吧？对对对，哎，那我们
现在知道了，我以后我会关注点赞。嗯啊，关注好多这个旅游者呀，这房车开着到哪去到哪去，嗯，再下来就是欢子。说是欢子这个名字就心里都比较那啥。他就我说他是河南人，他说这个普通话是河南的普通话。嗯，哎，我觉得对，有河南口音，有河南口音，不是太重。嗯。因为，河南人的话还是能够有感觉听得出来，能听得出来，一般人听不出来。对，咱这个挑刺儿的人。阿姨，这个说实话，阿姨，我挺喜欢您这种性格的。这个语言艺术这方面非常的丰富。阿姨，您是教学教什么科？是幼儿老师。幼儿老师啊。哦，阿姨，您到时候说元旦再过来，我到时候跟着这个大队伍啊，这个见识一下您的这个怎么说呢？精彩表演是吧？就冲着他昨天唱的《朝阳沟》。嗯。陕西秦腔。哎呀。评剧。嗯。就是说黄梅戏。嗯。就是因为去过的地方都比较那啥一点。啊。哎，这个今天晚上采访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说。咱们这个盛享这个叫啊，博心啊，博心院，博心院，嗯，就是主要是我这几天的一个感受，哎，嗯，刚才我们都是随便聊天啊，现在就是说我通过来这个盛享，好像我听着盛享说是，王松啊，王总，对，王总说年龄也不太大，啊，38，我总觉得他年轻有为，而且还是从国外回来的，对，他把国外的一些先进，这个经验和咱中国这个今后这个康养中心，对，就是相结合，对对，哎，相结合。还有一点，大姐，王总这个人他非常有爱心。嗯，我没有见过这个人。嗯，几天？啊，昨天来了呀？昨天上午吃饭的时候，王总在那站着了。我也可能阿姨没注意，没有人给我介绍，我怎么知道他是王总，是吧？他王总一笑，我一看，哦。王总来了，对他，我在里边吃饭，我也不可能跑出来给王总说话，说要是在边上，我肯定说王总你好，嗯，我是在这边了，嗯，可能阿姨没有这个，没见过，然后没丢，不一定是他，人家实际行动做出来了，见本人不本人，人家在百忙中啊，专门见你，对，也不是那么客观，是吧？嗯，就是通过这个几天的体会吧。从房间的整体型呀，房间里边洗衣机呀，空调呀，冰箱呀，都准备得很那啥，嗯，特别是卫生间里头，也让人24小时热水，都很好的。就是从内心，特别是杨店长，我就是这个从早上，我总看到他的早上6点钟到晚上的12点，别人都休息，他还没休息，还有前台的，特别是。食堂的工作人员，还有前台这6个房间里头，什么就是说这服务员都不太休息，可以说这里边你看不到一点死角，哎，哪儿都就卫生干净，就说对人就是那种热情，是我们这种就是康养的这种老人呢能容纳到一起，早上做操锻炼身体，哎，到中午吃饭，吃完饭，晚上呢吃完饭也在做操，都是杨店长来带动，但是他的员工都很好，2楼每天清扫垃圾，就是说感到，你说当然了，你不可能都做到每一个那个啥，哎，就是不断的完善嘛，对不对？对，就是今年10月1号开的业是吧？他营业的时候是7月底8月初都营业了啊，都营业，都试营业了。我确实是，我们从内心来讲啊，是我老伴看到欢子的，就给大家全国各地的人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那啥，都是就好像很相信欢子做的这个，我老伴说，很真实。很真实是吧？啊，其实我也是一个真性情。我也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让我去做一些这个虚的东西和说一些假的话什么，阿姨我做不出来。啊，我真是这样的一个人。你那天采访那个山西的太原的那个女的，你说阿姨，你说这个三店好，它就是好在哪儿？要说出一个
对，哎，要说出点来嘛啊！哎、就是我看了，我在五天前看到的，嗯嗯，你就采访着，对对，就在饭堂嘛。我来了以后，我说，哎，这个阿姨，我说你是山西太原人，她我会说，我不会说普通话，你说的就是山西话。我儿子跟我说，这里好，那里好，好的好了很。我说你好在哪里？你人家欢子说你一个点头，人家你听了我怎么看到嘞？对对对，嗯。反正怎么说呢，也就是您觉得这个通过您的这个观察了解考察体验，就是说印证了我给大家去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呢是对于我做节目的一个充分的支持认可和强大的一个助推力。对，非常感谢您阿姨。谢谢，也反正我们说的话前后也不是说让你实话实说，嗯，实话实说，聊到哪算哪，想到啥说啥，这个是最自然的。对对对，啊、嗯，对 对, 对，行行，非常感谢、啊、谢谢阿姨，在百忙中来，还能今天能采访到我，真的啥？嗯、也感谢您的分享，阿姨啊、嗯。另外，你明天上哪去了？啊、嗯，最后视频呢，那个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是这个店儿的一个，就是。KTV 唱歌的地方，这个是荧幕可以放电影，朋友们。然后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欢子的其他视频，了解更多的信息，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